韩风君，哎呦，你回来了，我等你好久了，你快来睡吧，我已经把被窝暖好了，你看看，来来来，来嘛。你的房间在隔壁。什么隔壁啊？我看你这间房比较不错，就喜欢你这里。你别走啊，韩光君，你出去干嘛？换房。为什么要换房？你喜欢，让给你。哎呦，那多麻烦呀！我们可以一起呀，挤一挤。随你。不是都说我赖上你了吗？都真赖了怎么着？看看咱们谁先受不了谁。哎，韩光君，要睡了吗？嗯，一起啊。好。哎呀，我这个枕头放的不好，得换个位置。哎呀，这怎么就掉到窗外去了呀？哎呦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没有枕头我怎么睡呀？哎呀，再取。哎，可都这么晚了，取什么呀？我跟你枕一个就行。你往那边挪挪。